是这部片的味道不一样，跟那以前都在拍啊的完全都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啊，也有配合啦，也有投影的，像那个李东学在大陆，我讲到他听那个，他最后慢慢的，他会听得懂。我跟那个霍世新对戏，有时候我就听不懂，但是他都很配合我，我都谢谢他。他也恭喜那个这部片，恭喜那个美秀，特别的亲切，他非常照顾我。就像周大哥说的，这次能和这么多前辈的演员，然后合作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破碎片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所以最后也听得懂周大哥的歌，现在听得懂吗？肯定不太懂。我可以猜的。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个寇先生寇大哥好了，您说其实是不是跟周大哥对象还好，但是又加个素珠而已？要两个按猜出，有没有激发你的戏的那个？因为跟他们两个合作都是第一次，一次要应付两个不照剧本来的，是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蛮刺激的，也让我多增加一些新的经验，很好。所以你都随机应变吗？还是你都现场？算了，我不想演。不能不想演了，钱给人家拿了，不演怎么行？对不对？但是很愉快啊，都很愉快，因为虽然没有在一起拍过戏，但是都是很老的朋友，大家彼此也很熟悉，所以拍起来是很愉快的经验。那美秀姐呢？美秀姐因为这部戏正好又碰上喜事，真的跟朱大哥讲了说，那只有她一个人爽到了。哎，奶屋，我看到你，我马就送的呢。说就是事情有两回事。其实来看这部戏啊，会给每个人都带来好运，真的就大喜临门嘛。然后在里面，其实因为有朱大哥、有寇哥，其实我真的不用怕，我好轻松哦。我第一次发现我演戏哦这么的轻松，脸部表情完全就轻松的。所以其实来看了以后，真的会笑得很开心。然后跟他们对戏很棒啊，一个台语，一个国语，你知道，我两种语言都进步很多。